情歌王子品冠来到上海，为下个月17号的演唱会造势。三年后再度来沪开唱，品冠的人生已经完全不同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品冠成家了。据悉，演唱会当天，妻子 Jennifer 也会来到现场，安安静静地听品冠唱歌。要让他上台，应该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。但是我自己也觉得，就是我应该不会倾向于这样的方式了。对啊，因为毕竟我觉得演唱会就是最重要的，还是我这么多年来的音乐作品要跟我的歌迷朋友们来分享。